我是站主李玉秀，今天热什么？马华和国大党要向国政 say goodbye， 国政真的没了吗？那今天马华和国大党一众领袖排排站，共同发表联合声明，说巫统的纳兹里过去发表种族言论已经违背了国政的理念。那现在两党要手牵手，一决推动解散国政，筹组新联盟。那马华和国大党这里出声了，巫统率先跳出来的就是那个乱说话上了感情的纳兹里。那国政总秘书纳兹里就说，现在巫统和一党已经是正式合作了，如果马华和国大党不想要和一党在一块的话，就请他们慢走不送。而且他还说，如果他们退出国政的话，对巫统来说更有利，因为从今以后都不需要分配议席给他们了。哇，这个昔日战友纳兹里现在是毫不留情面的放狠话，看来国政真的要走入历史了呀。